他怎样用？他怎样撬呢？他用什么来撬？不知道，他撬什么我都不知道啊。今天早上看到这样超的，超光的才知道。你是早上才发现的？损失多少啊？损失多少钱啊？损失不是啊，人现款是100多块啊，他说超乱超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就是他进整个家这样吵，你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我睡楼上。哦，你睡楼上，没有听到声音啦。他在睡觉前面玩，我没知道。那就是零钱呐、啊。我的啊，我太太都不是。像这些橱柜呢？橱柜没有，没有什么。他有打开看哪、啊、对？这很大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